熊猫君，你能不能试一下把汽油倒在冰块上，看看能不能把冰块点燃？说实话，我感觉这个想法有那么点无聊，在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去做的，但是现在是一个快递不到家门不能出的特殊时期，也就是我的视频题材非常匮乏的时期，所以呢安排大家，如果现在有什么奇思妙想啊，坑招损招啊，尽情向我开炮吧。好吧，那现在我们来做这个汽油能不能被冰块引燃的实验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现在雪下的非常大哦，所以呢就是没有场地了，那么这个实验也就做不成了。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再见吧。下面的进度条告诉我们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从摩托车里面放出来的汽油，还有冰箱里面的冰块，可以吧？话说我家这个冰箱应该都不用开了，雪直接都下到冰箱上了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的场地、汽油以及冰块全部都已经就位了，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实验。先检验一下这个汽油，哇，这个冰块我们直接点的话肯定是点不燃的，它只会融化并不会燃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汽油倒在冰块上，放在这里。直接点燃。好的，经过了几轮尝试之后，我们得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，就是我们的冰块是不能够被汽油所引燃的。刚刚发生的燃烧只有汽油在燃烧，在汽油燃烧殆尽之后，然后这个火就熄灭了，这个冰块还在这里，它并不会持续的燃烧。好吧，给我发私信的那个小伙伴，你看到没有？看到了的话在评论里面给我吱个声啊。哇，秒变修车的了。好吧，在这一段特殊的时期，我的时间真的是非常充足啊，但是我的题材非常匮乏，所以呢这段时间我的更新频率是非常低的。我希望呢各位小伙伴用你们的奇思妙想向我开炮吧。